OK，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哈。观战方的话是一手武装冠，对战方沈木林，看这把比赛。观战方先是一手日月乾坤，限制对战方人物的一个出手。里皮宝宝生砸对战方的一个孩子。观战方开局感觉打得很顺啊，对战方解开自己，看一看对战方既然解开的话肯定是要秒出来，怎么搞什么飞机燃烧之光，我靠，观战方虚拟秒出去，观战方给自己起了一手罗汉，这样的话观战方在面对对战方这个法系的时候就会稳很多。观战方分光和天阳利奇都给到这个孩子，等会儿看一下这个孩子的一个出库，哎呦，这个没机会输出是吧，对战方这个锥子牢牢的限制这个孩子的一个出手，这样的话就很难受。观战方这个孩子再加了这两个大 buff 的两个大 buff 之后啊，这个一直没有机会出手，都被锥子牢牢锁住，最后还被对面直接踹飞，这个真的是太亏了呀。观战方再拉一手地听，你这么打我靠这不行呀兄弟，这是地听出手的一个机会，我感觉也是十分渺茫。好在这只地听顺利出手，有一手分光的一个伤害加持，打掉了对战方的一个孩子，也算是给观战方略微拉回一点这个优势哈，但是优势并不大，对战方反秒一手之后，观战方再次全部被清飞。哎呦，对战方后排宝宝抗性还贼高，给自己卡一手大金，那这样观战方想通过猴子1200，高连2700，
怪蛋方给自己来一手生死菩提，你生死菩提你防不住这只猴子猛敲是吧？你肯定这一回合怪蛋方猴子是一个主力啊，直接5500收掉怪蛋方人。